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香菇烧鸡腿。首先我们要早晨7点钟去菜市场买4个鸡腿，因为晚了就买不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蘑菇、土豆、青红椒、小葱、大蒜、老生姜、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，鸡腿剁大块。青红椒切滚刀，土豆切块。我们把土豆再冲下水，去去淀粉。起锅烧油，鸡块冷水下锅飞个水。锅热下油，干辣椒、花椒、葱姜，煸香下鸡块，干炒一会儿，下料酒，生抽，放一点点老抽，来点水，13香，盐，糖，少来点鸡精。我们把土豆和蘑菇放下去，这样让它炖一会儿。要不要吃鸡腿？要不要吃鸡腿？哎，这个，蘑菇，吃不吃？你俩玩吧，我的鸡腿要熟了。好，差不多，我们把这青红椒放进去。我们可以装盘了。来一块家里仅有的一个馒头。